欢之失友，我今天来攻略一下这个游戏。那玩法很简单哦，它是一个挂机手游。那我们就这样一直解这个任务，就有攻略教学了。这也可以两倍速。哦，这点大家一直很喜欢的游戏。你可以升级一下，这边你可以，但最重要是我们的聊天室了哈。啊，来这边就升级，你看哦，十等了嘛哈。好，11等了，然后这边强化点战力呗，所以其实非常的好练啊。提升战力，升级攻略教学。这边可以提升战力。非常的好练啊！这款你们绝对喜欢了。哎，浓练50剑。那就这样一直练下去。那当然，我觉得这游戏最重点是它的角色很多。你看，我们一个人，你看带好几只宠物，一种让你们怀念的感觉吧？你们觉得？你说它有稀有期的宠物，对，就这回味的感动。这边的主界面，然后我们反正升级攻略就这样。好，我看一下聊天室。啊，随时有人在聊天啊，帅哦。